专辑你在台北的首发的发电厂之外呢，也可以说是我们的鼓手庄敬跟大家的告别场了吧？对，我们的应该是说很完整的告别，因为我们接下来在九月后可能就要休团了，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鼓手庄敬他要去当兵了。好，我想要借由这个机会，你有什么话想跟台北的观众朋友说呢？再不说你就没机会喽。今天时间长得很，你可以慢慢讲。好，庄敬虽然外表很有攻击性，可是事实上他是个非常害羞的男孩。装的啦。下面这首歌就是我们 Cook 非常有攻击性的鼓手庄敬写的歌词，这首歌名叫做《原来就是你们所谓的世界》。努力的追求改变，现实看不到终点，为了出货只能够让人间踏着尘烟，压力超过了极限，那时的赚取金钱，我带的只有弥漫脸上无限的白眼，为何生活变得如此残缺，你们如此卑劣去剥夺这一切，为何是我变得如此狼狈，原来这是你们所谓
谢谢。